是啥玩意儿，直接就飞过去了。来看一遍慢放，我的奶奶飞这么高，不会是开了科技吧？我们来看一遍他的视角，我看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。这里正常跑过来，在撞墙的那一刻开了一个 ECU， 原来如此，这也太帅了吧，我也去试一下。这应该是 bug， 可是我也飞不过去啊，尝试了那么多都没有一点进展，我觉得这应该是车的问题，咱们打不过就加入。你们也想加入的话，又没有机甲车怎么办呢？可以打开一手游，里面有很多性价比的车，像这种机甲车呢，也就四位数出头就可以拿下了。经过我不断的尝试，我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。此时此刻呢，我就换上这个孙悟空，也是这一张地图的一个王图啊，我就不信飞不过去了。你看这感觉不就来了吗？好歹也是比那个原子之星飞得更高吧。我听说这个 bug 成功率是非常低的，跑100遍也不一定能够成功那么。